我们要怎么在一个三角形上面画出三角形的高？我们以下面这个三角形为例，而且我的高要以 BC 为底，画出 BC 线段上面的高。那我们知道 BC 为底的话，它对面的顶点是 A 点，所以我要想办法画出一个从 A 点出发，而且跟 BC 垂直的直线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需要利用三角板来帮我们的忙。首先，我把三角板直角的其中一边摆在 BC， 也就是摆在底上面。看今天题目要求的底在哪边？如果今天题目要求底是 AB 边，那我们就要把三角板直角的一边摆在 AB 上面。那因为目前这一题是要求在 BC 上，所以我们就把三角板直角的其中一边摆在 BC 上。那蓝色这个就是我的三角板，我把直角的其中一边摆在 BC 上面。再来，我把三角板沿着 BC， 就是沿着我的底来移动，直到直角的另一边，我直角的一边放在 BC 上面，那我移动它直到直角的另一边通过 A 点。第三个步骤，我沿着三角板从 A 画一条直线直接到 BC 边上。那因为这条红色的直线是沿着三角板直角的另外一边画下来的，所以它会跟三角板的另外一边互相垂直。而三角板的另外一边，我们一开始就把它摆在底上面，所以这一条直线也会跟底垂直，那它就符合我们一开始对高的要求，从 A 点出发，而且垂直于 A 点的对边 BC 这条直线。利用这种方法，我们就可以在三角形上面画下我们要的高。